好的，我们要来试一下我们鸭血队，但是不带水屋的光人队。妹子队不死，时代的眼泪。对啊，妹子队根本就不死，好不好 ？Omex 哎、欸，全部 Omex 哎、欸。好，那这边呢，就是尽量的转啦。那这一队呢，你只要消除场面上所有的光珠的话，就会有蛮高的倍率。对，那我这边预计是。先把星珠留下一下，这样。然后有五颗光珠在消除，因为我们要知道强化珠给下个回合用。对，好，好，带走了。下回合会比较艰辛一点，艰难一点，因为我们血量现在是满的。好，强化盾牌，那我们这边直接转。好，应该觉得没问题啊，我们磕到属性。加上我们有光 BB， 其实可以一直转光强化珠这样子。好，再转四，哎、欸，点它。OK， 重点还是在于我们要把我们的版面上面的所有的光珠给转光，这一点才是比较重要的，因为这样倍率会比较高一点。好，带走喽。那我们这边来到了第三关，第三关这边遇到他们这些人。那我这边还是来回一下血量好了。其实我觉得这队还蛮，我觉得这个关卡蛮适合压血的哎、欸。那自动都把你压血了、啊，好，我们要回血。OK， 那我们这边把我们的血量先回回来。好，这个叠珠双层叠。好，那好回回来血量了，就这样子。好，那基本上这边还是来回一下哎。欸星珠先隔开好了 ，OK。哦，要回血吗？好，回个血好了啦，至少先回满这样子。好，带走了。那我们这边来到了第四关，第四关这边遇到的是七卡莫追击盾，那这边其实直接转就好了。你直接转手转就可以了，是五六七啊，天降七，好，没问题，不要打。你其实不要打，我们那个血量也没扣多少，所以还是直接哎、欸，其实边转边带走就好了，这边不需要压血，对，没有什么特别的要求。哎、欸，带走了耶，怎么会这样？好，我们来到第五关，第五关这边呢，我们会需要做全体攻击的伤害。那这边刚好有五颗光珠在这边，我就不啰嗦啦，好不好？哦，多添加一个光珠。好，那这边就是直接来消吧，把新珠先留下来。好，这样子。啊，天降好多啊！天降到十一 combo， 一起带走没问题。Yes， 那我们今天来到第六关，第六关这边可能会比较需要吃爆发的运气，那我这边把爆发给开下去吧。所有爆发是，哎、欸，别家先打一下再开爆发好了，毕竟我们这边还是需要压血的倍率会比较够一点。对，虽然我们有磕到属性是没错啦。好，那我们这边。排皇后加上我们的这个，然后开个这个好了。这边把所有光珠给消掉，有点压力耶。嗯，再开多一点，再开一次。好，嗯，这样有办法全部消掉吗？好像可以耶，可以，这版面不错。好，开个龙科，反正对，就是开个龙科，把包包全部送给他了。他的防御力有50万，哎呀。刚刚没有办法，一个卡住，龙科卡住，对，所以我们在这边可能就是先把它爆发打过去再说。那我们把多留点光珠，多留点，对，好，基本上应该没有必要开到这么多爆发啦，只是现在爆发有点多，就先这样子喽。哇，单张700多万啊，有个快要破千万了，伤害非常够。好，我们这边顺利带走之后，来到这一关，这关呢我们还是压血的一个状态哦，所以我们在这边我们的真伤会比较够一点，反正他会扣血到一滴嘛，所以在这边我们血量很少也没差啦。好，
这边又顺利压血了。我们来到了第八关，第八关这边，我们尽量先把我们的 BB 先开这样子。好，哦，不跳了吗？好，真是傲娇，傲娇的 BB。十五六七七 combo， 没有任何的新珠在这边。OK， 好，没问题，没问题。把这边把 BB 全开了吧。哦，好，这样，哦，这样就好，这样就好。两组新珠，哎，两组光珠应该就够了。好，这个双重叠，叠了，好，九 combo 没问题。那我们这边来到了第九关，第九关这边，希望可以在这边把我们的光珠洗，哎，那个龙科洗要跳起来。我先开这个好了，消除五组以上的浮石会天降。那我们这边直排消吧，消五颗哦，你尽量消五颗这样子。好，补新珠这样。哦，这个是芭比文吧？嗯，我刚才在玩芭比文吗？好，那在这里呢，我们用光 BB 把所有的那个新珠给滤掉。对，这一招还蛮实用的。那我们这边就直接来转吧。五颗，五颗，五颗，五颗。光珠可以全小，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好，啊，差一点。啊！哇，还是够，太好了，吓死我！那这边来到王冠，那这边呢？我看一下，它的血量只有100多万呢，所以我们这边把我们的这个开下去好了。嗯，还是下回合开好了，这边把 BB 开下去，就 BB 就有办法把它给打死了耶。好，应该有办法，尽量转直排这样子把它给带走。啊，补血了，带走没问题。那其实在这边我们就要把爆发全部送给他了。木转成光，欸，其实没差啦，我们要开那个全部转成光，开龙科。好啊，只有一 combo， 王冠只有一 combo， 只有一 combo 啊，各位观众。那我们这边尽量消哦。基本上我觉得伤害是够的啊。好，18000的龙科其实不算太好，那血量也没有压得很极限，但是还是顺利通关了，刚刚好的伤害的感觉。好啦，那这一队压血光人队应该是这样讲吗？顺利通关了。好，那这一队呢就为大家示范到这边啦，这边临时通关是没有问题的。对，好，给大家看一下临时通关的那个证据。好了。